欢迎来到少年高校虚拟形象制作现场，我们就正式开战。人间，喂，哎呀，我说的帽子美人，原来这么搞笑。为什么他们可以用手比划？他没用。哎，你为什么能听到我讲话？暂停，暂停，暂停，能听见。开始。哇，哎，这会绕到明年。哎，你干嘛？干嘛呀？这个造型。我挑眼睛啊，好吧。拿自己的嘴是吧？拿你的鼻子。有点像鲶鱼。这个绝了，这个绝了。这还挺 fresh 的。